各位叔叔阿姨好，各位嘉宾们大家好，我是袁林，今年25岁，现在长期生活在上海，然后硕士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。有压力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挑战新鲜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说在前不久开始尝试互联网新媒体创业这一块，也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等了这么久的他。6号，女嘉宾，舒阿姨好，看见你我已经说不出来话了。快问我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，阿姨？因为爱你在心口难开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究竟是谁的？哇，好厉害，深深夺人，阿姨好厉害。希望你关注6号家庭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从2号开始。你好，女嘉宾。好。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呢，我一直没有爆灯，但是也在默默地看你的信息，看你的 VCR。我觉得其实爱情很简单，就是像你说的，有时候有一些不经意的浪漫，它就是爱情。有时候有一些不经意的浪漫去维系，那就是我们长久的爱情。我个人对我的爱情观就是一片面包，一杯牛奶，还有一句早安。但是如果能够更奢侈的话呢，希望是我为你切好的一片面包，我为你热好的一杯牛奶，还有我对你说的一句早安。所以我觉得我是那个可以把你捧在手心捂热的那个人。你可以跟我读一下吗？一杯牛奶。来的我真是猝不及防的。一杯牛奶。浏览浏览来3号，3号，1号，几你好，我是3号。我就觉得吧，可能我其实蛮自信的一个人，但是感觉在你面前好像我又只可能比你长得高一点，吃的比你多一点，可能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比你强的地方。但是就是因为我确实是对你有一些动心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比较慢热，也不是说马上就能盼望你能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，就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靠近你。然后我可以给你唱一首歌吗？好。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很棒，很棒。2号和3号，你的选择是？嘉宾进入阿道夫相爱空间站。大家好，孟爷爷好，我是王子，我来自浙江宁波，今天希望在节目里可以找到一位可以陪我一起放空发呆的男生。可以，我可以。我也在想里边那些小哥哥们看了刚才的片子感觉是什么？学历有点压力， hold 不住的感觉。我喜欢。太惨了，我都不敢问了。你并不担心会把这些男同学吓到？
那说明不是对的人，我会等下去。好自信，好自信。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每到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的一定不是善茬。喂，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那个一号嘉宾严崇天，可以公放一下我的声音吗？来，把一号的声音扩出来。现场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一号嘉宾严崇天。一号。其实觉得有点尴尬啊，毕竟现在那个女嘉宾跟两位男嘉宾在台上。可是我有一句话，现在不说，现场一个女生有可能要走了。所以我就只能现在打电话来，说一声，是那个五号嘉宾，面包的妹妹。啊？我想跟她说一句话，有点尴尬。不尴尬，我们这台上来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是涉猎对象。其实我刚到南京的时候，我是在那个房间里试衣服嘛，当时面包跟他妹妹都在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这个女生挺漂亮的，挺可爱，脸红了。可是我很失望，我就一直跟她点头，可是她没看我一眼。我不知道不，没关系。哦，妹妹好可爱，这姑娘。刚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妹妹一直在笑，那个表情真的很可爱。她走了，我就可能见不到她，想跟她说一声，我挺喜欢，挺喜欢她的。我能不能出来跟他说几句话？我先问一下五号，你妹妹有男朋友吗？单身。刚才在里边问过了是吧？是。要不这样啊，我先把台上这点事儿处理完了，我再来弄你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你让我一样一样来。好，这也是对台上三位的一个尊重，你觉得呢？嗯，是的啊。面包的妹妹，那先别走啊，谢谢。如果他没有牵手五号，牵了六号，五号以后回去是这么说：我去了一趟新相亲大会，我没有跟女嘉宾牵手成功，倒是和另外一个男嘉宾成了亲戚。好好好，来，刚才的话，两位男生，你最后的选择是五号还是六号？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来，两位留步，两位留步。万一那儿一成功，你们四个一块下去。来，有请一号。四个人都到台上来。刚才你也说了喜欢他，嗯，你有什么话要问对方吗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有点意外，有点。那个，因为我确实是一直都没怎么留意到。对。第一次接触吧，然后我觉得，可以先做朋友吧。嗯。怎么样？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
那就他是没有拒绝，可以做朋友是吧？嗯。好，愿意一块下去吗？祝福你们。好，我叫殷冰，我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市的开鲁县，现在是一名公务员。我今天从内蒙过来，给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主持人带来了我们内蒙古的特产，有牛肉干、奶制品，还有奶茶。我要牛肉干。我希望找一个很善。啊、等一等，那个东西呢？我也是笑得很开心，这家好玩啊。我这个有点失态，有点失态啊！哎呀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你看这，哎呀呀呀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好有礼貌，谢谢啊！而且感觉很贤惠的那种感觉。我可喝到西部的茶了。我也想喝，你也想喝，我也想喝。我希望可以找一个很善良，然后还有自己主见的男生。我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，也希望我的存在是你的快乐。那就是我了。咱们都挺善良的哈，都很善良，都很有主见。女嘉宾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刚才其实我在后面观察了你非常长时间，我觉得前20年的生活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你。能让你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呈现给我的样子，就是第一你很自信，第二很阳光，第三很爱笑，然后这三点正好又是我们的共同点。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圆满特别温馨的一个家庭吧。怎么说，就是刚才我爸在谈到这个过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不完整，还有很多包括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的外公外婆，咱们一家人真的就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。我觉得能够给你很多就是你曾经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的一些片段，我们都可以去一起遇到。我觉得这个描述应该是女孩的一种愿景。最后呢，我想揭开我开头的那个谜底，我说咱们很有缘，就是因为我在开场上来的时候要给大家展示了一段我自己的特长，跳了一段蒙古族的舞蹈。哇，还真是呢，是吧？正好你也是来自内蒙古，所以我想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冰轩老师再给我一段音乐，我们跳一个3.0版的。好，他这个是5.0版的。你看什么？我害羞了，我害羞了。是什么？来，你做最后的决定，星星还是太阳，你的选择是嘉宾进入阿道夫相爱空间站。